好，快要过年了，两位女明星要用写真集送给他们的影迷当这个新年礼物。他们是姐妹档 Apple 和瑶瑶。春露躺在床上，姐姐 Apple 还咬着下唇，超级性感。妹妹瑶瑶也不甘示弱，捞起上衣，大方秀出 F 罩杯的好身材。就是他这一个 pose 就一个出来，我也出来，摆出性感 pose， 好害羞。两姐妹这回奋力一脱，要给自己留下代表作。不用比呀、啊，干嘛比？是他赢吗？姐妹身材大 PK，Apple 笑说对上妹妹，自己信心全没。为了拍摄全裸相片，两姐妹防护措施可是做的滴水不漏。这两个兄弟，丁字裤也要有。不同于姐姐的害羞，宅男女生瑶瑶在拍摄现场可是只穿着内衣裤就到处走动，甚至还差点春光外泄。但是因为窗帘刚刚好，就是可能没有拉，我也没有注意到，然后后面就有人来那个叩叩叩叩叩叩说我们里面在干什么，为什么这样子。好在没有给人看光光，为了这本写真集，两姐妹还一度酿起家庭革命。妈妈不断盯场，爸爸却是大呼好艺术。 Apple 和瑶瑶这对 A 瑶姐妹花这回重金砸下了500万，放手一脱，两人正式宣告登短廊。中天新闻邱伟雄、陈诗雨台北采访报道。